丸子，你想好了吗？你现在的位置怎么办？你站到九号的位置上说，丸子，往下站，往下站。我想好了。你想好什么了？我去找二号女嘉宾去，艳丽，后悔了。你有这心理准备吗？刚才整个你都在六号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是啊，我想珍惜这份感情。我不知道二号女嘉宾苑丽现在能不能在后台了，可能录制完节目就马上就会走。好吧，苑姐，祝你好运吧。这是我们在全程舞台上没有经历过的一幕啊。苑丽这个时间应该没走呢，如果按照我们的接待程序应该是没走呢，是吧？我觉得就是缘分。如果苑丽走了，就擦肩而过了。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没法强求，谁也不知道丸子现在去的时候苑丽能不能在。如果苑丽很伤心呢，收拾东西连衣服都不换就直接走了呢，也有这种可能性。我只能说祝丸子。